Hello，我是 YUN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如何在 Win10 里面做分割磁碟的动作呢？首先，我们选到这个本机这边，选按下滑鼠的右键，选择管理，那我们现在等它打开。待它打开之后呢，我们先移到这个磁碟管理这边。一样按下，移到滑鼠这边，然后之后来看到我现在已经分成 C 槽跟 D 槽两个了。那目前的话，如果还要再分割的话，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槽，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，里面有延伸磁碟区跟压缩磁碟区。延伸的话是指还要再扩展，就比如说你要把跟其他槽合并的话，就可以用延伸。那如果这我们要再分割的话呢，就选择压缩磁碟区。那他现在看到说，我们可以压缩的大小是这个，就也就是说，它还可以再切割出这么大的大小。好，今天就谢谢大家。Win10 的小尝试，今天就上到这边。